快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个朝阳六加四的纯手工红薯粉啊，好事还在继续，不要再去拍别家19.9发五斤的红薯粉了。现在呢，厂家自己卷自己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7.9，到手五斤还不够，另外老弟这边啊，再给您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点开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16.9到手是整整五斤红薯粉条。咱家这个朝阳六加四的纯手工红薯粉啊，是有宽粉是有细粉啊，两个规格可以供大家选择。咱喜欢吃宽粉啊，咱就去拍这种宽粉，咱喜欢吃细粉啊，咱就可以去拍这种细粉。而且咱家这款红薯粉条呢，是一款无添加的红薯粉条，它不含明胶，不含食用胶，不含木薯粉啊，是纯纯手工自然晾晒的一款红薯粉。它的颜色呢，就是微微泛黄的一个颜色啊。好的红薯粉呢，都是那种微微泛黄的，不是那种白不拉几的啊。品质呢，绝对嘎嘎好。像咱平常炖个小鸡了，炖个豆腐了，炖个肉了啊，吃火锅的时候啊，放上一点，怎么搭配啊，都是特别好吃。而且呢，它不断条，不粘汤。平常咱炒个酸菜粉了，炒个芹菜粉了啊，都是嘎嘎下饭。它吃起来的口感呢，就是 QQ 弹弹，软软糯糯啊，爽滑又很筋道的一个口感。家人们啊，咱家这款红薯粉呢，是朝阳六加四的啊，现在呢，厂家都已经卷到了17.9发五斤啊，另外老弟这边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券后呢直接是16.9，到手是整整五斤，有宽粉有细粉啊，可以选择。厂家扣价之后，咱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啊，咱赶紧去留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券做没做成功啊，如果做成功了，咱赶紧去安排。